没有开张。洪志善向后的一个飞的位出手距，再给他外围，哦，马上还以颜色，都给小胖 step back jumper 投进了一个中距离 long two， 所以被打了一波6-0之后，现在富邦又被对方打了一波7-0，最后的4秒钟，勉强的一个跳投出手距，哇哦！洪志善，这个球不可思议啊！怎么投进的？哇哦！这个球可以说帮助富邦锁定了胜利啊！哇，这是生化人都投不进啊！吼吼，这是 NBA 等级的 fade away 啊！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准绝杀。在枪响到点之前，洪志善这一次超高难度的后仰出手 ，Nothing but net。有3分的领先在手，这个球时间是快没有了，小胖只能自己来。真的，今年开季的第一场比赛就非常的精彩哦。哦，现在在场边访问到的是洪志善，小胖先来谈一下最后那一集。最后那一集其实那个动作都是平常训练有用出来，那训练有在练，那比赛中自然就会反应。对，好，那。回到了熟悉的场地，但是穿上不同的球衣，谈一下这一季的这样准备要打这个球季的感觉。其实不管在哪一队，我还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嘛。那帮助新的球队拿好成绩，那也对得起自己啊。对，好，恭喜你们赢球，谢谢。好，这场比赛呢，也是在今天啊开幕战的第一场的一个赛事，我们恭喜富邦勇士获得胜利。请观众朋友休息。